11月7日，王鹤棣、李晨、李文翰、施小龙、王安宇、李新一、岳明辉纷纷亮相体育活动。李晨留板寸穿篮球服，男味十足。王鹤棣一身篮球服，青春帅气。王安宇球技不错，帅气可爱。李文翰表现亮眼。樱桃少女303组合同时带来表演，点燃全场，唱跳秀美腿，少女感十足。席琳娜、艺高、赵月、王艺瑾、陈卓璇、郑乃馨、刘轩宁、张一凡的舞台真的太飒了。广州报道。